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青春，鹿港的黄昏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。烧香的人
好，鹿港小镇，啊，这我小时候超喜欢的歌。哎呀，时间已经到尾声了，好了，那。